8月21日，张馨予现身上海机场。当天，张馨予头戴粉色棒球帽，怀中抱着同色系的玩偶，看上去少女心爆表。看到有镜头拍摄，她的助理伸出手臂挡住镜头，而张馨予就在后面安心地看着手机，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举。张馨予有着一双会说话的魅惑大眼，出道至今，她一步一个脚印地专注于演艺事业，努力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她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，不负大家所望，一直在美丽的奔跑。她率真的个性和充满活力的形象也使她圈粉无数。